在场族人举手表决，不同意非原民骑乘二轮机车进入丹大林道。自从丹大林道开放之后，掀起不少当地居民反弹。当地双农村也希望透过部落会议机制，集结族人意见，维护祖居地净土以及对林道的管理权益。如果我们开放二轮车上去，因为他们不是纯粹是登山客，他们是往汽车的温度下温度一个短后。如果我们今天开放往七仔湖的话，有一天七仔湖那个湖畔的那个周围都是他们的痕迹了。我们跟林管这边是没有正确的沟通之下，他们就贸然去开放，当然对我们是不礼貌。对，那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平台，我们做一个平台来好好沟通，说未来不管路好不好，我们要不要开放给汉人朋友，那是我们新乡所有原住民的一个议题了。日前林务局以台电修路为由管制民众入山，让当地族人预定的运补工作及寻根活动大大受到影响。不过在与族人协调之后，开放年假期间可以通行，但假期过后还是要再与相关单位讨论决议。因为我们有讲好在二号我们会跟林务局相关所在讨论这个我们族人怎么进去，是不是要总公所那边登记，还是总各部落登记，还是直接在那个栅门那边登记。主席在会议上也表示，希望丹大地区的部落积极完成传统领域的划设，在一起协调重叠部分及管理办法，并紧速向上级呈报，期盼让丹大地区内的布农族传统领域能透过法源依据来限制外人进出并加以维护。原视新闻婚礼南投信义采访报道。